为什么要这么对如霜？谢兄痛哭流涕。你说，谢兄为什么要这么对如霜？也许他有什么苦衷吧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感情的事很难说。你当初不也故意疏远我？我，那不是误会吗？哎，裴兄，谢兄从昨晚喝到现在，可是有什么心事？没什么事儿。自我们认识开始，谢兄一直帮我。如果你有什么为难的事，一定要说出来，我可以尽我的绵薄之力。真没事，裴兄。那我倒是有事要请谢兄帮忙。你说，裴兄，只要我能帮的，我一定帮。你也知道，小苏一心想为白良族洗清冤屈，我也对红谷之战耿耿于怀。无论是白良案、红谷之战，还是先帝暴毙，都直指于我。云王掌控朝政多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单凭我一人之力，实在无法与他抗衡，所以我希望谢兄能够助我一臂之力。裴兄，我呢，就是一个江湖闲散客，不懂你们朝堂上的事儿，恐怕帮不了什么忙。谢兄拒绝我，难道是因为要帮云王？你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是云王的义子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比你稍微晚一点。那你还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南巡，就不怕把婆婆的事儿告诉我姨父吗？你会吗？